小花鱼啊。这些关系不得吧？你在玻璃工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村里面有一个老人去世了，今天我们村里人都帮忙做明天的这个要吃的酒席，今天是准备工作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是啥的，大嫂？大肘子哦。看一下我们农村人。农村人的这个酒席实惠不实惠？这是个柱子要多少钱了？哦，还多少钱？这是个柱子几角？十角。十角。这锅这次有多少席啊？五十多。五十多。这是啥东西？书？有剪子啊。有剪子啊。我们这边村里面有红白喜事，都是邻居村里人帮忙。自己家里面的东西，这都是村里帮忙的人。哎，给我加点盐都好。今天我是帮厨，大肉出锅。你看，这肉没坏。我把这个手艺学哈，以后我就开始自己开了。这是个啥肉子？肚子。肚子。是肚子哦。给我找点啥饭？炸酱面。那炒菜。起锅倒油做中午饭。来看一看我们村里人中午都吃的啥，因为酒席是明天，明天所有人吃酒席，今天的话是早上中午晚上都是做的大锅菜、大锅饭、大锅面。今天炸酱面，熟油。油热了以后加肉，知道吧？就刚刚说卖的时候加肉就白酱。过年呀，你是这个梦。加入面酱。切好的蒜苔，这个肉这个菜就要切的小小的细细的。啊哇，啥东西啊？加水。加入了一盆狼芋到里面。豆腐。结果有多少个人吃啊？一百个人。一百个人，一百个人的饭，加入各种的调料。最后一步，加入裹好的芡。
店再出锅。撒上蒜苗，蒜苗还有啥东西啊？小菜，拿小菜到这来。现在锅里加水。王子强，这一块少点。下肉面条。你在哈里吗？这么漂亮。今天的炸酱面就好了。来，赶紧吃啊！娃小子呀，你啥去了？我那个门口的。今天的炸酱面就好了，来，走起。太美了。这个，